是社会事吧？怎么变成这样？一样化葫芦嘛，一样化葫芦嘛。真的假？一样化葫芦，下一次就这么刺激吗？那我们要先来化葫芦，不然到底要什么三明治吗？大家都有电绘版，不用担心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不是，我就说光武有时候真的讲话真的很好笑。对，我们这游戏本来就没有一个结局，我们就是一直被屌虐的那一边啊。对啊，没有啦，很优秀，霸凌卡优秀啦。好了，我们先选一个跟猫相关的主题吧，又是跟猫相关的主题哦。比如说那个哆啦 A 梦啊，然后那个还有什么？只要跟猫咪有关就对，跟猫咪有关的。你只要想得到跟猫有关的，不管是跟猫有关的，跟猫，跟猫，喵，是很标准吗？那个猫科类都可以哦。我们猫科好爱做吗？猫科，忘记还有什么猫科，跟喝酒有关的主题，那我觉得很混乱。猫科，只要猫，只要是猫就可以了吧？要是猫，猫类的都，猫咪，不要说粗俗啦，艾罗，艾罗，哎，我可以出一个很不像猫的东西啊，算出这个。我爱大家，所以一样画葫芦的。好，我们去找我画的葫芦。我已经想好了 ，OK。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。等一下，那想好是要画出来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是一样画葫芦，所以一样画葫芦是什么？一样画葫芦是我们他第一张给我们的时间很多，所以你就很仔细的画一张，然后你下，然后你那张图会传给下一张，他只能看一下下，你点了以后你就要开始回想他画什么东西，想办法把它画出来，然后每个人的时间会越来越少。哦，懂了，好懂，好难哦。那今天应该 Yugi 会很多哦。Yugi 是什么 ？Yugi 是什么 ？Yugi 是 Yugi。哎，我发音错误了。怎么是 Yugi？ 什么意思？虞姬啊！解释。哦 ，Yugi 啊！还没想好到底要出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画哆啦 A 梦，跟哆啦 A 梦，还有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不是猫，猫科也可以吧？反正猫也是喵啊，它是狸猫不是吗？它不是，它是猫吧？它是机器猫啊。对啊，好难哦。还是你要画那个叮当猫，那才是狸猫。我先问，等下第一题是现在是要画一样画猫咪啊？一样画猫，那我可以。那我可以画一堆有的没的。Yeah, 哎，那个，然后那个，请准备那个，不要那个会让我被ban台的东西哦。如果要画ban台的，可以等我关台后，我们再开特别场，好不好？不可以啊，防撞物哦。大家都会画画，哎，大家都很会画画。我不会画画，直接按开始就。我不会画画，不会画画，不会画画，不会画。阴阳画葫芦，我好久没用这个东西了，好不习惯。所以这个要干嘛？画图。前面先画画画。废话。哎，我发现我们最近这一边的人真的有一个特质，真的就是没在听人讲话，好烦哦。不是哦。已经被观众的奇怪题目训练过了。哎，我不会画图嘞。我也不会，我觉得我不会画图，怎么那么难？真的好久没画图。哎呦，时间很长啦，不用怕。好难哦。哎，所以题目是什么？猫科动物。我们要画狗啊。你猫科动物画狗会扁你哦。我只好下资料。当我已经回答到三四次以上了以后，应该是猫吧？我就不想回答一样的。什么叫应该是猫？可以肯定一点吗？还记你还没醒，还是你刚喝酒？你有喝哦、欸、真的假的？我可以喝酒吗？我去拿酒是可以的。不要，明天我们还会有一群是要喝酒的嘞。好好，我也想喝酒、我也想喝酒、我也要喝酒。我可以喝酒吗？刮胡不行。为什么？凯奇是喝了会乱脱吗？这个的操作还需要教吗？你们都记得用吧？这他妈就跟小画家差不多。小画家比在哪里？不是啊，它有一些那个，比如说调色的部分都知道在哪兒。不用啦，那种功能自己摸索。啊，你刚才我听起来好像失智了。刚刚我到底在画什么啦？哎呦，第一题时间。跟你讲，这个通常讲出来都是画超好的那一种，真的。对，不要再装了，对啊，就说我不会考试，我都考零分，我没有看书。哇，凯奇上次也说他考就是画得很好啊。对啊，题目是什么？大便、啊。我也觉得我画得很好啊。欸、那我可以去拿酒喝吗？可以拿。我去啊。没有阻止你的意思。真假的？拿，没差啊。
白金很会吸 ，OK。所以，所以我们可以变化变喝酒了。那我那我那我去拿酒喝了。这一群人压力是都超大的。我等一下回来，爸爸。我到底在发什么？不是，你你下一家马上就拿到了，你先等等吧。应该还有时间呐、啊，那一点点还有，快没了吧？绘图板，难怪我刚刚画起来好好奇怪。嗯哼，嗯哼，我忘记调整只对一边荧幕靠背了。但这样你们看得懂吗？我一定看不懂，嗯、小光画的我一定看不懂。白线我一定看得懂，看得懂吧？我一定可以读心。说起来，凯奇也是猫科动物哎、欸。不行，等一下，喵。好，就这样，可以吗？完美了吧，各位，完美了。我想看小光画什么、啊？为什么我的房间有榴莲的味道啊？你看一下你床底下，你是已经醉了吗？这啥？这什么？哎呀，我看不懂小光画什么，这什么？白痴哦、喔！为什么？那怎么画？又画什么东西？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？那什么？你好逊哦、喔！这只是谁画的啦、啊？真的假的？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？那很有名哎、欸。那什么？你看观众看不看得懂？你问看观众有没有说出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他说绿色眼睛啊，那你观众也好逊哦。啊，那你要忘记了，从头到尾只有你逊而已吧？没有，不就可以啦。这个我观众听得懂，我观众说的啊，我就我觉得哦，我觉得我模仿小那个小光画的好惟妙惟肖。今年的电影，他应该是长这样吧？啊、我忘记怎么画了，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上面是什么？你要、啊、你先看看这里的人，大家都是画成怎样，你再跟我讲。一看也知，一看也知道是你。为什么旁边有一个像小李眉毛的东西？那是谁啦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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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你就一定要画那样，一定要画那样。这样吗？哎呀，我这啊，你们怎么会觉得我会画出来？画不出来好吗？我好棒，这一定歪的好不好？我觉得我模仿小光画的，我觉得我出的很手下留情。拜托你一定要模仿成功。嗯，忘记我觉得很重要。我怎么觉得？我觉得我从边变成安妮亚了。确实是长这样吧？哎、欸，不要偷看了，不可以偷看了。哎、欸，我忘记怎么画了，完蛋了。我可以去看凯奇的画面。你知道我谁？然后我画了一个公主。我们可以把那个丢在最后。我们要等到最后才笑出来。哦，是那个啊！你的人太狠了，到底你们都出了什么东西啊？还是我旁边加一个龙，加那个。哎，小吉，我突然想图是长怎样了，完蛋了。哎、欸，我很好奇耶，除了喵他不知道以外，不知道其他人知不知道那个东西。我聊天时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你在画什么的。应该，我觉得他最后会变成安妮亚跟李洛克的。我怎么以为是安妮亚跟李洛克了？他哪里像不像、啊？不是安妮亚，好不好？我画那个东西絕對，安妮亚那个猫啊，我好像来不及了。哦，原来笔可以调透明度哦。我刚就在讲，你们要不要知道这个东西？那你到底有没有人在听？那你这回我在听你在讲话，那就不用跟小画家一样哦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啊？什么？为什么变安妮亚跟李洛克啦？我就说那是安妮亚跟李洛克嘛。怎么有人画百变怪啦？我的天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就是长这样、oh, ，What the hell is this？ 我不知道，这是什么？鸡都长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我这应该会达到一个很奇怪的。哇，这怎么画、啊？是这样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哦，还是那个睫毛。啊，看，他的头不见了。就这样、啊，完美。应该是长这样吧之类的。啊，时间过好快。那安妮亚怎么画、啊？不是安妮亚，那不是安妮亚，完了，怎么变安妮亚了？这到底是什么、啊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等一下，我忘记安妮亚长什么样子。管 Google 啦，那、啊、Google 也来不及了，要那个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啦？超快的、欸，我尽力，有点难。哇、哦，这好厉害、啊！哦，这是猫的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哇！哎、欸，你们到底在画什么啦？为什么会变形虫啊？变形虫！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！是什么啦？变形虫好像是我阿波吗？不是，我乱画的。我是不是一直抽到小光画的？我好痛苦！好笑，抽到我没有？没有。
抽到我画的是刚刚说那个嘎波猫啊。哦，好，那个才是，那不是，那应该是、欸、是凯奇。我居然还看得出来你画的是嘎波、欸，我刚一瞬间想到、哦、耳朵，耳朵我画的，可是其实不是嘎波猫，我随便画的。我想说。完了然后画完了有点无聊、欸、可恶，这是什么东西、啊、这个是那个这是什么，怎么会有盗版的皮卡丘啊，这样这样然后这样太有话了这样吗、哦、这是哥看得出来是什么了，哎呀这是又是什么啦，为什么我长这样啊，怎么感觉比我平常跟观众玩的还乱，这好快哦，快没时间了，快了吧，这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？飞了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很多会师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怎么这样了？什么事？我们大家平常压力很大，还是看得出来呀、啊？是啊，我已经开始看不懂到底在画什么了。怎么会有鬼东西？鬼是什么？不是啦，是什么？这已经不是猫了吧？已经不是猫了吧？太胡了，忘记了。这已经不是猫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越简单了，我说一个长条的啦，这是什么啦？这是猫吗？等一下，这是猫？这是猫吗？这个还是猫吗？是猫吗？我就会觉得我出猫这个题目已经很简单，我后面的变化型该怎么办？还是猫吗？好了，随便了，反正搞得我现在画的很不像猫，是会讲没有问题的东西吧？为什么你会画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变咖啡色了啦？皮卡丘怎么是猫咪啦？那这样子好了，随意啊，来不及了，什么算了？我好困惑。为什么有一个、欸、为什么有一个很像荒冢的东西跑出来了？哎、欸，不要这么猛啦！这是什么啦？为什么会出现？为什么会出现土偶啊？埃及土偶是怎样？喂，随便啊！这到底是什么？是龙猫吗？应该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它有尾巴吗？我忘记了，干了，算了，不急了。猫啊，算了，底中怎么了、啊？为什么会有这四条啊？为什么会有这四条啊？哎，结束了！哎，后面好抽象哦，到底在干什么？什么事？后面也太抽象了吧！救你！啊，叫好像很厉害、欸！救你！救你！救你！没歪啊！救你！哦，救你没歪啊！哇，太快了！哎，救你！猛哎！哎，画的很好哎！后面时间不够了啦！哎呦。还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还开始、啊、开始变壮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怎么不记得我画这个？哎、欸，这很像这个梗图那一只猫咪，黑色的咪咪猫吗？那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怎么这样？你知道你在画什么东西啦？干嘛嘞？不是不是，你的问题是小光啊！他、啊、怎么变成这样？歪掉了，那个手越变猛了，那不是手，那一定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手越猛了。哦，你说什么玩意？咪咪猫猫，那以为是别的东西，我以为是别的东西。我是把你卖掉，不是把它卖掉吗？我不是哦，看着你这个 ，OK， 把它卖掉了，原来是阿妈卖掉。我想说，刚刚怎么有一只变形虫？来不及了，不行，每一张图都很像，我不记得画的是。他怎么又变成？不怎么歪的啦，你的表情我喜欢，这个表情我喜欢。什么？已经把人家画成梗鬼了啦！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嘛？这个猫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的猫是变成猫嘞，不是画猫吗？为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对呀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举个哑巴？算了，没不能有人啊。为什么呢？什么东西啊？好香菇啦！哇，都不回答，他们变嘎波了是不是啊？变成嘎波了，原来是嘎波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嘎波了，很多脚的猫变成嘎波，太多脚了，只有六只。嘎波，哦，
我想说还有时间，不然就把那个东西插播。难怪有人插播，难怪你会说插播。凯奇后面画的那个，我想说我没有画到卡夫啊，什么？哇！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不要吗？完整度越高，后面越糟糕。我怎么藏了？不知道他是什么？就是黑猫史奇被那个。被装在那个变成布偶里面。我真的，我还以为是猫咪被车撞，原来是皮卡丘。那是什么？不是坐牢的皮卡丘。有啊有猫啊有。还是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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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猫了。他不会啊！他说你不能，我被水怕了。四条一定要四条线，我的脸颊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是灵牙之女，没找到这只，完了完了，白金，这是猫，还有另一只，有哎，对，我换成换一个，换成什么了？前面我没有画到这个，我画到这个，这个我好像没画到，这我有画到。我觉得每个看起来都差不多。还是猫就好了，还是猫什么意思？完了，完了，我就是围着接到小光的吧。被皮卡丘了，我没有画到哎，那什么？那什么？好笑啊！为什么变不二家了？到底在干嘛？完全画不出来，这就是狗了，只要有王好了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小光的哦，那小光画什么？到底是什么啦？猫在哪里？猫在哪里？火烈什么？猫科时间的杯啊，火烈奴的猫科时间啊，我也没看过。怎么有李洛克啦？不是，李洛克了，后面应该是。变蜡笔小新了，变蜡笔小新了，对啊。我小时候怎么抽到胖虎？这题我完全没有印象到底画什么。其实这是越奇怪了。跟猫已经没关系了吧？其实就是这个是文化交流吧。我到底画什么？啊，这个我说的像土偶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喵哈不知道国恋你的猫科时间呢，我完全不没听过。你苦学画的，哪里画这个？你没有看过猎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也是同人创作，靠北啊！我操，有两集哎，有你，完蛋了！我是接到凯奇，有命啊！你原来是凯奇的锅啊 ！OK， 妈呀，皇冠呢？我不知这怎么，因为你画皇冠的，你自己看你是画皇冠。凉了，凉了。为什么我都没有画到这东西啊？对，我也没有画这东西啊。我没有啊，就是。我怎么没有看过这张图？难怪要说期待我的皮卡丘，怎么有三只皮卡丘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从男爵变皮卡丘了？对啊，怎么皮卡丘？我点进化，为什么？啊，玩猫咪后面都变皮卡丘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摩尔加纳，那个女神，对啊，我猜这个到最后变成啊。我知道这个变成什么了，我知道它变成什么了，它变成什么了？它最后应该是我接的。哎，这个黑猫可爱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也没画到这个啊？我来不及选油漆桶。哇！我没有画到这东西耶！他怎么变梗鬼了？哇，好像怎么变幽灵猫？那不知道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啦？我就看他尾巴很长，就是尾巴。Oh my god！ 到底啊，我好多人啊，超多人是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是迷猫吧？是呕吐猫？我怎么也没有画这个？哦，我有印象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轮到我的时候就很快耶，完全画不完。我知道这是什么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我不知道那什么？为什么变狗了？我跟你讲，我的非常的写意，我的很写意。写意？我的很写意，请看我的，请看我的。写意，我接到你的了。对，我的是 get 到，我 get 到。
不是啊，你刚刚名字都没在看的、啊。没有，我的是接你的，我的很随意。又是这个啊，每次都是这个表情。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哎，请问我们今天画了多少这种阿黑眼的猫咪、啊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们还是画猫啊，没有错啊，没有错、啊。你要确定哎、欸，那个小光那个真的是猫吗？小光那一只是猫吗？皮卡丘也是猫啦，皮卡丘是猫吗？这是电器鼠啦，那不是鼠吗？它是老鼠。